道没？这个单位不带欢迎小鸡龟，几十万的现金放在口袋不用回。今天晚上就算有家宴不用回，八二年的拉菲森牛肉非常松露。你笑我是猪，我也不要功夫。一条龙的炸弹精的名我都不。从青州街头一路玩到中小东路，小年轻人的消费都往口袋塞。黄总太嗨，谁还蹲在角落等电话应付太太？最好早点回家，这条狗太乖。就是才气的台北大姐，纯金的项链帮我拍，新的小姐拉财。美，就是才气的台北大姐，纯金的项链帮我。